我是死神工作者闪天，来带走你的。我要问你几个问题，来判定你要去哪里，你是怎么死的？记忆里模模糊糊，好像是我看见一个打扮得很正式，穿着西装皮鞋的人在踢墙。我走过去问了一句你怎么了，然后男人就开始打我。你有家人吗？没有，我四处为家，偶尔可能会遇见善良的人和我说说话，但也经常有很凶的人对我拳打脚踢。男人打你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我太吵了吗？还是因为我没有洗澡太臭了？那是我长得不好看，还是出身地位低？都不是，你必须明白为什么而死，才能选择去处。那是因为我是只流浪狗吗？辛苦了，你的目的地是天堂。走吧，神不能有感情，但是不代表我没有。死神的工作结束，接下来就是私人时间了。